谁在挡 BNT？ 是谁在挡 BNT？ 到底是谁在挡 BNT？ 这两天针对谁在阻挡慈济买 BNT 疫苗有很多的讨论，而这个问题只要摊开时序，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。部分人士为了要护航，连慈济都可以抹红，而且还要求开除执行长严伯文，这真的让人看不下去。陈时中作为当时的防疫指挥官，有责任说清楚、讲明白当时的情形，而不是用一句“你讲话够有效”就想要跳过浪过。陈时中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？给人民一个真相，才是市长候选人该做的事情。